好，刚才在第一段呢，作者给我们设置这个悬念，说我的表兄 Harry 他书房里一直有个奇形怪状的瓶子，并且这个瓶子呢，取得这个瓶子还治好了他多年养成的一个臭毛病。咱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第二段开始娓娓道来，咱们看第二段第一句话，他说 Harry used to consider it a great joke to go into expensive cosmetic shops and make outrageous requests for goods that do not exist。他说他有这么一个毛病，有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我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好，前面这个白颜色的正体字依然可以看作句子的主干结构，那就是 Harry used to consider it a great joke。到这儿其实这个句子主干结构就完了。Harry 就是我的表兄， used to 是过去曾经或过去常常。过去常常呢 consider something 后面加宾语不足语。这是咱们以前多次讲过的 consider， 后面在书面中一般不加后面的 s， consider a b， 把 a 认为是 b， 对吧？ consider octopus a great delicacy， 把章鱼看的是美味佳肴，咱们还记得呢。所以 consider 后面的 it 是它的宾语，那后面的 a great joke 呢是宾语不足语，把它看作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特别大的一个大玩笑大笑话。那么这个宾语呢是个形式上的宾语，是个摆设。为什么呢？真正宾语太长了，真正宾语是从后面的斜体字一直到句末，从 to go 开始一直到句末，这个长长的超级长的这个宾语是真正宾语。李老师多次说过，如果在宾语比较长，特别是宾语是非谓语动词，像 doing 和 to do， 或者宾语是宾语从句，而且存在宾语补足语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呢咱们在宾语的位置加一个 it， 把宾语补足语放到 it 后面，真正宾语放到宾语补足语的后面，这是固定的一个形式宾语的结构。这是复习。然后再看这个真正宾语里边， to 去干嘛呢？ to go into expensive cosmetic shops， 就走进那些非常高档的化妆品商店。然后干嘛呢？ and make outrageous requests for goods that do not exist。 这两个画横线的部分是两个并列的动词短语，都是跟前面那个 to 搭配， to do something 还有 to do something， 因为它也是跟 to 搭配，所以后面那个 make 呢也跟 go 一样用的是动词原形，它还是跟在 to 后面，只不过 跟 go 是并列的。并且还要做出那些非常奇奇怪怪的要求。要求什么呢？要求买这些商品。我们讲过 outrageous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表示令人发指的、令人惊骇的、特别过分的，这个但是另外一个意思表示奇奇怪怪的，甚至就好笑的，非常奇怪的一些请求，要求买这个东西。哪些东西呢？再加这个黄颜色的部分，是嵌套在这个动词不定式里边的定语从句，就是并不存在的这个商品，瞎编一个名字，其实就是为了找乐子，为了找乐子。这人也是太闲了，太闲了。我们看看里边一些细节。首先这个 expensive cosmetic shop， expensive 这个词本来就昂贵的，但是咱们在第六课曾经讲过，这个词重要的派生意表示高档的豪华的，不是商店贵，而是里面的消费东西特别贵。这个咱们再复习一下34页第六课的第一句话。 The expensive shops in the famous arcade near Piccadilly were just opening。 皮卡迪利大街附近的一家著名的拱廊街上的那些高档商店现在正在开始营业。这个 expensive 有高档的豪华的，什么宾馆呢，什么商店呢，可以用它，不是这个商店贵，是里边消费东西贵。那么 cosmetic shop， cosmetic 在这儿表示化妆品或者化妆品的都行，做名词做形容词都行。你在这儿把它看作名词看作形容词呢也都能成立。看作名词的话是单数名词做定语，就像 bookstore， 那个 book 就是单数名词做定语，书店嘛。你看作形容词呢就化妆品的商店也行，都可以。但是 cosmetic 这个词如果单独做名词来用的话，这化妆品习惯是用复数的，但是做定语呢习惯用单数修饰另外一个名词，但是单独使用一般用复数，就是我们加个 pl 一点表示 plural， 表示复数，一般用复数。我们大声读一下 cosmetics， 这叫化妆品，就是我们在商店里能买到的一瓶一瓶的这个化妆品，习惯用复数。那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Lipstick and hair conditioner are cosmetics. Lipstick 女孩子喜欢用的那个口红啊，还有 hair conditioner 护发素，咱们可能看到一些进口的这个护发素里面有这个字 hair conditioner， 口红和护发素呢都属于 cosmetics， 是化妆品，可以这么说。但是咱们做过复习，李老师说过
这个化妆品是指的瓶瓶罐罐这瓶子里的这个化妆品。如果表示擦到脸上的这个化妆品呢，咱们的换词换成 makeup，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makeup。makeup， 这个时候中间这个 hyphen 连字符有也行，没有也行，既可以加连字符，也可以不加连字符，拼成一个词都行。这个化妆品呢是指涂在脸上、擦在脸上的这个化妆品。注意 uncountable， 这时候它是不可数名词。所以这两个化妆品用的场合完全不同，而且呢，cosmetic 用复数 ，makeup 是不可数的。同样，咱们也看看一些例子，看它用在什么场合。看两个例句 ：Girls in heavy makeup。这些女孩子，什么女孩子呢？浓妆艳抹的女孩子。这个 in 就是着着这个这样一些妆的。heavy 表示非常浓的这个妆。这个 makeup 在这儿不能加 s， 因为它本身不可数名词。尽管女孩子有很多，但它擦在脸上的化妆品都涂好了，化妆品不可数了，对吧？再看例子 ，She doesn't wear makeup。这女孩子怎么样呢？女孩子不施粉黛，素面朝天。这女孩子不涂化妆品。在这里面这个 makeup 就不能换成 cosmetics， cosmetics 是瓶瓶状罐罐的化妆品。如果说 she wears cosmetics， 那麻烦了，那是脑门上钉钉子把瓶子挂上了，那不可能的。擦在脸上的化妆品是不可数的，这个咱们讲过，今天又做知识点做复习。好，那同样的我们再区分一下，这个 cosmetics 是表示化妆品，习惯用复数，但它几个形近词咱们再看看吧。化妆品用它，对吧？还有什么呢？我们说那个 cosmic表示宇宙的，宇宙空间的，对吧？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smic， cosmic， 这个在29课生词中咱们讲过，29课讲过一个词叫 universal。 我们说 universal 凡是不是宇宙的，凡是普遍的、世界性的，对吧？ It is universally known that， 叫世界人民都知道，地球人都知道。但 cosmetic 这个词是表示这个 cosmic 这个词是表示宇宙的，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一下 ，cosmic，cosmic， 这是宇宙的，它的名词形式就是宇宙。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cosmos，cosmos， 这是宇宙。那还有呢，就表示滑稽好笑的，滑稽的可笑的。我们再来一遍 ，comic，comic， 这表示滑稽的好笑的，或本意也可以表示喜剧的、喜剧片的。它来自 comedy 喜剧，对吧？还有一个叫彗星，这当然是名词了。我们再大声再读一下 ，comet，comet， 那叫彗星，天上带尾巴的这个扫帚星、彗星。对，我们再大声再读一下，读快了之后，后面那个字母 t 还会失去爆破。李老师说过，在单字末尾的 t 还有的读快了之后失去爆破了。我们再大声在里面 ，comet， 快点听不到 t，comet， 最后舌尖得顶上去，不能都是 comet， 张嘴不行，舌尖顶上去憋住气啊。Comet， 好了，这是几个形近词辨析，由旧知识复习，并且怎么样呢 ？Make outrageous requests。这个 outrageous 我刚才说了，词汇中讲过，本来是表示骇人听闻的、非常过分的、令人发指的，但也有另外一个意思，表示奇奇怪怪的、令人甚至有点令人震惊、令人觉得很好笑的奇奇怪怪，在本文中是这个意思啊。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这样的请求 ，for goods 是为了要买这些东西，什么东西呢 ？That do not exist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再是注意一下后面这个介词 for， 我说要求得到某个东西，请求得到某个东西，首先注意动词加 make， 然后要的东西呢在 request 后面加 for， 这是固定搭配，可以当这个重点把它记住，就是 make a request for。request 前面可以加修饰语，当然 request 这个词用单数、复数都行啊。注意后面加介词 for， 就是要求想得到某个东西。咱们同样看两个例子，比如说 ，make repeated requests for help， 反复的请求得到帮助。repeated 咱们说过表示反复多次的、一再的、那重复性的，可以这么说。那么反复的请求这个得到帮助，来再比如说。They have made an urgent request for international aid. 他们现在呢紧急的请求得到国际援助，做出了一个紧急的请求 ，make an urgent 就紧急的，但后面介词不能变，还是叫 for， 这用单数了。International aid 是帮助，请求得到国际的帮助，得到国际援助，这是非常紧急的恳求。跟它类似的是，我们以前说过一个词叫 appeal。
appeal 这个词表示诚挚的，非常非常非常这个诚恳的这个请求或反正呼吁都行，就是名词 appeal。 它呢搭配跟 request 非常类似啊，不但是近义词，搭配也类似。前面动词除了 make 之外，有的时候咱们也可以用 issue， 就发出了或发布了都行。 appeal 后面介词不变还是叫 for， make 或者 appeal 啊什么什么 appeal for， 我们再读一下中心名词 appeal。 appeal 非常诚挚的恳求，或者翻译成呼吁，恳求或呼吁都行啊。这个我们同样也是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把搭配记住了，咱们写句子速度快而且保证地道。比如说看这句话， The police have issued a new appeal for information。 现在警方又一次就去发出了新的这个呼吁，呼吁老百姓提供信息，提供线索，警方要破案，但现在线索不足。那个 issued a new appeal，要求想得到什么东西，后面叫 for 的好了。再比如说 The girl's family have made a public appeal for help to try and catch her killer。 这个女孩子可能很不幸被一个坏人给杀死了，所以女孩子的家人呢，那么发出了一个向老百姓提出一个请求或呼吁，呼吁得到帮助，为什么呢？试图抓住这个杀死女孩子的凶手。 try and do something，这是固定搭配 try and do， 咱们记住就等于 try to do， 试图去做某事。女孩子的家人那么向公众发出请求或者呼吁，是请求得到大家的帮助，试图抓住杀死他们女儿的这个凶手。好了，这是我们看到请求 request 跟 appeal 同时可以记，类似而且搭配也是类似的。本文中是这非常奇奇怪怪的请求，就想买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后面他就说了，他那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怎么知道呢？他自己编名字。你看下面说了， He would invent fanciful names on the spot， 他能当场啊马上编出一些虚构的一些瞎编的名字。这个 He would invent fanciful names， 这个 would 其实就相当于第二段开头第一句话里那个 used to do， 因为从这个第二段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了。那么我们以前在第36课说过，在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尤其过去常常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表示过去常常过去曾经，那么在开头的时候一般加 used to do， 但后面就不能再用 used to do， 一般把它换成 would do。 本文中是从第二段开始讲述事情原委的，所以也算故事的开头。你看第一句话用 used to， 后面换成了 would， 这是36课小知识点的复习。咱们再复习一下，那 would 和 used to do 类似，都可以表示过去习惯性的动作，过去常常怎么样。比如说 One day in a week he would spend a whole day in silence， 那么在以前呢，那么一个星期里面总有一天呢，他会沉默的度过这么一天，不跟别人说话，自己静静的度过。但是注意这个 would 呢不能在这个故事的开头，故事开头呢一般咱们 used to do， 而后面就不再用 used to do， 后面通通换成 would do。 咱们还记得这个例子吗？你看We used to work in the same office, and we would often have a coffee together. 我们以前呢，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并且以前呢，常常一块来喝咖啡。你看，一开始用 used to do， 后面换成了 would， 后面换成了 would， 这是一个规律啊。咱们在写作时描述一个故事的时候，咱们也是这么说的啊。你看一下本课书是不是这样？咱们看一下第二段的前几句话。第一句话里用的是 Harry used to consider。过去常常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玩笑啊。然后第二句话里呢， He would invent fancy name on the spot， 他能马上编出一些瞎编的一些名字来。并且后面说 On entering a shop he would ask for a new perfume， 那么在进商店之时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要求一种，要买一种新的香水，叫什么光影这个香水，对吧？再看后面第四句话， If a shop assistant told him she had not heard of it he wouldPretend to be considerably put out。 如果这个售货员说没听说过这东西的话，他就会假装出相当的不高兴。你看 would would would， 包括在后面，你看这个He loved to be told that one of his imaginary products was temporarily out of stock and he would faithfully promise to call again， 并且他呢非常信誓旦旦的还要承诺要这个在未来会再来一趟再买这个东西。你看used to do 后面换成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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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uld， 这是这么一个用法啊，这是一个规律，也是一个写作中的一个规矩，咱们注意。
那么再回顾36课，在166页的第一句话到第二句话，36课166页第一到第二句话，你看是不是也这样？ We're less credulous than we used to be， 我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的轻易相信别人了，用的 used to do 第一句话。来，后面说在19世纪 a novelist would bring his story to a conclusion by 什么什么，在19世纪的时候，当初呢，这个小说家呢，总是会用这样一个方式来结束他的故事。第一句话 used to do， 后面换成了 would do， 这是个规律，希望大家把这知识点记住，我们写作中不要当外行闹笑话。好，再回到剧中，他会怎么样？因为发明出编出这个 fanciful， 就虚构的瞎编的并不存在的虚构的一些名字。On the spot， 注意 on the spot 是多义词。 On the spot 咱们以前说过有一个意思可以表示在现场或者到现场，有这个意思吧？因为 spot 本身有地点的意思，在现场或者到现场。你像报警以后十分钟一辆警车抵达了现场，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 10 minutes after calling 911 a police car arrived on the spot， 这是到现场或在现场的意思。但是在本文中呢，是另外一个意思，翻译成立刻或者马上，就是类似我们中文中说当场做某事，当场不用回家想，当场就可以，也是跟地点相关嘛。所以记住 do something on the spot 相当于 do something immediately， 立刻马上做某事，就是当场，当场能编出一些瞎编的一些名字。同样的，我们看一些例子。 He had to make a decision on the spot，他必须马上做决定，就是当场做出决定。我回去想五分钟，那不行，你现在就得做决定。那他必须立刻，就是当场做出决定。这是 do something on the spot 这么一个意思啊。顺便在本科书中可以把它记住。好，我们接着看下一句话。下一句话说 ，On entering a shop, he would ask for a new perfume called Scented Shadow, or for insoluble bath cubes。他是在走进一个这个化妆品商店的同时呢，他就要求要买这么种新的香水，就比如说光影啊，瞎编一个名字，或者叫什么不能融化的这种预兆等等等等，就瞎说。咱们先看一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这个 on entering a shop， 逗号之前画横线的部分，这明显是一个 时间状语。我们介词 on， 但有的时候也可以 upon 那个 upon 都可以。表示刚一怎么样马上就发生了，刚一怎么样马上就如何。刚一进商店的时候，这有上下文，就是进化妆品商店了，高档的商店，对吧？他 would 在这还是指在过去常常做某事，咱们说了前面 used to do， 后面都换成 would 了。他会怎么样呢？ ask for something 就要某个东西呗， ask 要什么呢？ for a new perfume 要一种新的香水，后面的 called scented shadow， 这是一个后置定语，就是叫什么香影，有带香味的影子，这么一个 perfume， 一种香水，瞎编的名字。Or 后面这个 for 明显这个 ask 第一个 for 是并列的，还是 ask for， 还是要某个东西，这个 for 跟第一个 for 是并列的。并且要什么呢？那种不能融化的那种预兆。这个 soluble 就是 something cannot dissolve， 不能融化的这个东西啊，不能融化的。这个 bath cube 就是预兆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 cube 可以表示立方体，就是这个四四方方一个立方体。派生意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方块的东西，在这就预造了，这个洗澡用的小块的预造可以用它。这是大概这么本文中的语法成分的分析。咱们先看一看咱们以前多次讲过那个 on 表示刚毅这个例子。我们知道那个 on 在这是个介词，它表示 as soon as，表示刚一怎么样马上就入伙了，但只不过注意这个是介词，它不能当连词来用就好了。咱们也是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What was your reaction on seeing him？ 你刚看到他的时候你什么反应啊？刚一看到他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呀？那么这个时候 on 是刚一怎么样，后面加名词或动名词都行，就是这儿加的是动名词，在本文中加的是动名词，加名词也行，因为它是介词嘛。我们看110页第11行到第12行，110页第11到第12行。 The curtain went up on the final act of the play and revealed the aristocrat sitting alone behind bars in his dark cell。 在最后一幕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以前讲过这个 act 表示戏剧的幕，这个幕布呢会升起来，并且露出了这个贵族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囚室的铁条后面的这位贵族。
这个 on 也是表示在刚一开始的时候，最后一幕刚开始，幕布升起，露出了这位贵族。这是用介词 on 表示刚毅怎么样，是个时间状语。有些事咱们回忆，李老师在以前多次说过，介词 in 也可以当时间状语来用，只不过 in 呢翻译成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之中。in 不见得表示位置，它可以表示时间。咱们在27课当时就说过，那是个介词，表示 during the act or process of something， 就是在某一个行动或某一个过程之中，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之中，用介词 in。 这个例子也非常多，咱们看一些例子，先看一个简单。 He tripped in racing for the bus， 他在追公共汽车的过程中摔倒了。这个 trip 做动词不是旅行，而是绊了一跤。他在 race 本来叫赛跑，派生意就快速的跑了，追了，追公共汽车，哎呀完了，要上当了，要上班，要迟到了，我应该说啊，结果跑得太过崩，绊了一大跟头，在什么什么过程之中可以用它。那我们在复习，在110页也见过，22课里边110页第7到第8行，110页第7到第8行，你看 in the last act， 这不是在最后一幕刚开始的时候了，而是在最后一幕的过程中，在最后一幕期间，对吧？ in Death 还是墓，一个狱卒总是会走到舞台上来，并且呢拿着一封信，并且这封信呢要交给囚犯。那么这个 in 表示在什么什么过程之中，这不是刚一开始的时候了。同样我们再复习27课，在130页的第13行，In seeking independence, they do not sacrifice their human dignity， 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之中，他们并没有牺牲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咱们看到吧， in 后面一样可以加，你看动名词或者加名词都可以，只不过呢 on 表示刚毅怎么样就如何， in 呢表示在什么什么的期间，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中。这两个介词都可以当时间状语来用，放在一块儿把它记住，效率高。好，它就会怎么样呢，要一种叫什么相影的一种新香水，或者叫什么不能融化的玉造，这样一个很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个 insoluble 表示无法融化的，不能溶解的，非常简单，咱们看看它的英文解释。Insoluble means cannot be dissolved, not soluble, 不能溶解的。那么咱们在这个英文解释中也看到了两个相关词，我们先读一下，可以融化的，可以溶解的，我们大声读一下 soluble, 再读一下不能融化的 insoluble, 就是东西不能融化，像个木头放在水里就不会融化开。那 cannot be dissolved, 不能够被溶解的。那么再同时看一下融化这个动词，我们这儿用过去分词了，把最后字母 D 去掉，读一下动词原形融化 dissolve。 当然英国人都是 dissolve， 口型非常圆，美国人费劲，这个哦变成叹气啊， dissolve 确实美音更好读一点。好，这是不，就是它不能融化的预兆，不能融化的预兆怎么使嘛，他故意为了那售货员呢、莫名其妙、看着别人呢很纳闷的样子，他心中有一种很邪恶的快感。好，看下面一句话，他说 If a shop assistant told him he had not heard of it, he would pretend to be considerably put out。 再看看这个语法成分分析，黄颜色的在逗号之前当然是一个条件状语从句，如果这个售货员告诉他什么呢， She had not heard of it， 画横线的部分明显是宾语从句，做前面那个 told 就是 tell 他的宾语、他的宾语，这是宾语从句，嵌套在条件状语从句内部。白颜色的是主句，他会假装出相当的不悦，相当不快，很不高兴的样子，怎么这个都没有呢，这是这么也是这种用法。那么其他的没有什么说的，里边都很简单。 shop assistant 咱们第六课就说了，在英联邦国家一般表示售货员的意思，关键是后面那个 put out， 这个 put out 在这儿呢是一个英式英语，它是个复合形容词，翻译成气愤的不高兴的，注意它是一个 British English， 表示英式英语， never before now 就绝对不能放在名词前面，不能修饰一个名词，它一定一般来说都是做表语，不能放在名词前修饰名词。就像那 annoyed， 我们大声读一下 put out，再读快的 put out， 读快之后中间字母体会轻轻浊化一下，总之叫不悦的，气愤的，不高兴， annoyed 就生气的呗。来，我们也看一个简单例子， He seemed a bit put out at not having been invited， 在这儿你看做了这个当表语来用，做 seemed 形容词的表语，他看上去有点不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被邀请，这么重大场合怎么不请我呢，不拿我当回事啊，你看看有点不高兴， put out，
相当 annoyed 的，只不过这个词不能放在名词前修饰，本文中用的是对的。就装住 considerably 表示相当的，颇为怎么怎么样。咱们以前见过它的形容词形式，就是把后面的 y 去掉加字母 e， considerable 叫相当多的，相当大的， considerably 副词形式相当的，非常非常怎么样，非常不高兴。然后后面说He loved to be told that one of his imaginary products were temporarily out of stock, and he would faithfully promise to call again at some future date. But of course, he never did. 这人也挺变态的啊！咱们看怎么回事。先看个这个句子语法成分的分析。这句话比较长。那么这个可以看作中间 and 就是第三行划横线的这 and。引出两个并列句，两个并列句。第一个并列句的主句是 He loved to be told， 他喜欢被告知。被告知什么呢？那后面这个 that 黄颜色的，在 and 之前，就整个黄颜色的句子，明显做 tell 的宾语嘛。被告知内容就是呢，他的那些想象出来的那些虚构的那些产品的某一个呀，现在呢暂时没货，并且怎么样 ？And 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He would faithfully promise to call again。他将非常信誓旦旦的，非常诚恳的承诺说，哎呀，我在改日啊，一定会再来一趟，再买一趟。那么 and 后面又跟这两个句子中间并列用 but 连接。那么这 and 是大连词，引导前面和后面两个大的句子。那么中间这 but 是小连词，就 and 后面又是两个小句话并列到一块，用 but 表示转折，还是并列连词，只不过呢，它并列的是 and 后面的一和二 ，but 前后两个小句子。那么它。这个信誓旦旦的承诺 faithfully promise， 这是一会儿会讲固定搭配。那 call again 不能翻译成再次打电话，但是他今天没有打电话吗？倒是来了吗？所以翻译成再次打电话的翻译错了。 call 是多义词，可以表示到某处短暂停留，为了看看某个东西啊，或者为了办某事短暂到某个地方去一下，这个意思咱们的25课卡蒂萨考曾经讲过啊。他信誓旦旦承诺说，哎呀，改日我再来一趟。 At some future day 是固定搭配，就是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注意在这种搭配里面，这个 date 前面不能加 on， 而要加 at， 这个作为重点，咱们一会儿也会说。然后 but 转折了，但是当然他从来不会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的话，人要真有这东西的话，那不麻烦了吗？哎，他只是承诺，这个就为了在背后满足自己很奇奇怪怪的一种这个开心的感觉啊，是这么一个。好，这里面重点比较多。先看第一个，就是这个 his imaginary product。这个 imaginary 叫虚构的、想象之中的。咱们在以前46课讲过两个形容词的辨析，就是形容词 imaginary 叫虚构的，还有形容词 imaginative 叫赋予想象力的。虚构的表示没有的，赋予想象力的表示人想象力很丰富的。它都来自动词 imagine，I-M-A-G-I-N-E， 我们分别读一下，先读第一个词，虚构的 imaginary。 好，再看第二个，赋予想象力的 imaginative， 赋予想象力的。咱们在复习当年那道真题，咱们做过 She's a very 什么 student， She's always talking about traveling to outer space。 她是一个非常什么的学生，他总是在谈论到外太空去旅行。谈论到外太空旅行是个什么学生呢？赋予想象力的呗。你看 A 选项 imaginary 虚构的，不能说他是个虚构的学生，这个人确实有吧。imaginative 赋予想象力的，这个差不多了，选 B。C 呢 imaginable 就可以想象得出的，可以想象得到的，不通顺。imagining 正在想象的，这更不对了，所以选 B 选项正确。而本文中大家记住 imaginary 是表示虚构的。这个你光明白道理不行啊！我们说了，英语不是知识，英语是门技术，知识是理解就好了，技术必须得熟，得熟能生巧。怎么办呢？就大声读背呗 ，imaginary 虚构的 ，imaginary 虚构的 ，imaginary 虚构的，然后呢 ，imaginative 赋予想象力的 ，imaginative 赋予想象力的 ，imaginative 赋予想象力的。大声这么读几遍，一方面把发音搞准了，这舌头灵活了，二来呢，你看似在做一个很无聊的事儿，李老师说过其实非常有意义，你在大脑中里边把这个形容词，英语这个形容词跟中文的这个字儿就挂钩了，以后一趟的 imaginary 立刻翻译成虚构的，你听到中文是虚构的 imaginary 就出来了，中间搭建推理桥梁。所以很多看似那些
重要的工作都是平淡无奇的小事慢慢累积起来的。那咖啡其实真正咖啡就那么点沫子，大多数都是平平淡淡的水，但是光咖啡沫没有水的话没法喝的。每天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看似挺无聊的，最后进西天极乐世界了。所以你看平时一点一滴的小事非常重要，尤其英语啊，大家一定要背关键知识点的背诵下来，记住明白根本没用，你得牢牢的把它背下来，这才真正能受用，能派上用场。好，再看后面那个，那么这个虚构的产品的某一个怎么 was temporarily out of stock， 临时缺货。这个 temporarily 叫临时或者暂时，它的反义词呢是 permanently， 长期或者永久。咱们以前见过形容词形式，就是 temporary， 那么形容词呢是把 ily 去掉加一个字母 y， temporary， 那么 permanent 更简单了，把 ly 去掉就行了， permanent 表示长期的永久的，这是副词形式。那副词形式呢，这个我们先读第二个词，这个好读，它英式美式发音都是重音在前面，但是那边 permanently， permanently 啊，只不过英式发音的不发 per of a per， permanently， permanently， 美式变成 permanently 都行。但是这个 temporarily 这个英式美式差别就大了，英式发音重音在前面，但是那边 temporarily， temporarily 这是临时暂时的，不好读，但美式发音音节太多，它重音后移了，在这个 A 这个音节上，这个 A 呢不规则发音发生像字母 E 一样这个 A 这个声音，我们大声那边 temporarily， temporarily， 确实美音读起来更舒服吧，多音节重音在中间，它前后都往下降，中间往上升再下降，这个声音更舒服，比那个 temporarily 就舒服， temporarily 更舒服一些。就像我们成年人英国人都是 adult， 但美国人都是 adult，就这么一个。那再比如说我们以前说那个贵族，英国人都是 aristocrat， 美国人都是 aristocrat， 确实在美音中它更好读，改良的这样一个发音啊。临时，本文中的第一个临时暂时 out of stock， 这固定搭配叫没有现货了，反义词呢叫 in stock， 一般都是指商店中啊，什么这个里边有现货叫 in stock， 没有现货叫 out of stock， 叫我们得上货了，现在没有现货了，这个意思啊。同样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比如说 Have you any gray pullovers in stock？ 这一看是一个英国人在讲的话，所以呢最好这么读 Have you any gray pullovers in stock？ 英式发音吗？ Pullover in stock， 美国人的 pullover in stock， 这口型有点小的变化，但你听熟了之后在听力里边无论英式美式发音都可以听懂。我们开始为什么是英国人呢？首先那个 gray G-R-E-Y， 我们在以前说过，大家可能有印象，这是英式拼写，美式拼写灰色是 G-R-A-Y， 但发音都是 gray。 这个 pullover 也是一个英式的用法，相当于美式的 sweater， 就是套衫，就是什么汗衫套衫套头的这种薄毛衣， S-W-E-A-T-E-R， 就汗 sweat 后面叫 E-R sweater， 但读慢了叫 sweater， 读快叫 sweater， 美式的叫套头衫汗衫，在英国呢叫 pullover， pullover。Have you any gray pullovers in stock？ 这英式发音。那您这个现在这个灰色的这个套头衫现在还有货吗？有货没有啊？就在商店里边，您那后边柜台底还有货没有 ？In stock。同样的 ，I'm sorry, that swimsuit is temporarily out of stock in your size。非常抱歉，这售货员说的，很抱歉，这种泳衣啊，就是您这个尺寸的泳衣现在临时缺货。就表示这个泳衣呢，现在正常的号码有，但是您这屁股太大了，对吧？这一般泳衣的得俩大麻袋那么多，您这临时缺货，我们这没这么大号了。您这个尺寸的这个泳衣现在这个临时缺货，比 temporarily out of stock。英国人说呢 ，the swimsuit is temporarily out of stock in your size。这是在英联邦国家。好，这个我们这是本文中呢。Temporarily out of stock， 就临时缺货，临时缺货。And he would 怎么样 ？Faithfully promise to call again， 那非常诚恳的承诺。哎呀，我改日一定会再来一次，那一定再来。这个 faithfully 叫诚恳的，或者是忠诚的都行。它来自 faithful， 就忠诚的，把后面 ly 去掉，留下个字母 l。我们大声读一下副词吧 ，faithfully， 叫忠诚的或者诚恳的都行。哎，咱们看一下例子。He had served the family faithfully for 40 years. 他忠诚地
为这个家庭服务了40年，可能家里一个老管家或老佣人，对，忠心耿耿的为这家庭服务。那同样的，表示诚恳的也行，表示诚恳的尤其经常跟动词 promise 搭配，做固定搭配，咱们可以背下来。比如说看这个例句， And faithfully promise never to tell my secret。 And 这个人非常诚恳的向我承诺，绝对不会把我的秘密透露出去。李老师在屏幕上打出来的例句保证地道没问题，它的地道程度跟新概念英语课本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些例句大家完全可以背诵，没问题。他非常诚恳的承诺，绝对不会透露我的秘密，叫诚恳的。本文中也是诚恳的承诺，说 是什么 to call again， 注意这个 call 容易翻译错。在现在大家可能说 call， 尤其在美语中经常表示打电话，但 call 是多义词，意思非常多。在本文中表示在某个地方短暂停留，以拜访某人或者做某事，本文中就在这儿买东西呗。听一下，你看是什么意思啊？它是个 British English， 是还是个英式英语，所以看美剧里面这个含义出现的少。什么意思？ To stop at a house or other place for a short time to see somebody or do something。 这英文解释特别清晰，是吧？在一个房子或者其他的地方短暂的停留一小会儿，是为了看望某人或为了去做某事，这是 call， 在某处短暂停留。这个看一个简单例子， She called for a chat， 她到这儿来我们聊了会儿天。这个 call 并不是打电话聊了会儿天，就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下午没事坐会儿吧，聊会儿天，这个意思就是到某处短暂停留一下。那如果确实表示去某个地方呢，到某个地方，那本文中这个 call 我们一看是不及物动词，没有加宾语。如果非要说到某处做短暂停留呢，有个习语叫 calling at something， 这 something 一般是跟一个 place， 跟一个地点， calling at， 这是在某处做短暂停留，这个意思咱们以前见过。咱们看例子， Will you call in at the supermarket for some eggs and milk？ 我说你麻烦能不能去一趟这个超市买点鸡蛋跟牛奶呢？ Calling at， 也到某个地方短暂停留，干嘛去买东西去呗，可以这么说。我们在复习在25课出现过这个结构，看大家是不是还记得。122页第17到18行，122页的17到18行，看这句话。After crossing the equator, the captain calling at the port to have a new rudder fitted, but by now the Thermopylae was over 100 miles ahead. 在过了赤道之后，这个船长在一个港口做了短暂的停留，并且请人装了一只新的舵。但是到了那时，塞姆皮雷号已经在他前面有500英里之远了。Calling at 表示在某处做短暂停留，那还是来自这个动词 call， 到某个地方去。Call again 就是改日要再来，这改日在哪儿呢？就是后面 at some future date。有同学觉得奇怪，这个 date 表示日子，不应该跟介词 on 搭配吗？但注意，在过去或未来的某时，这个时候用 date 的时候，前面介词一定加 at。常见搭配是 at a 什么什么 date， 那本文中是某一个，把 a 换成 some 也行。这个 some 不能翻成一些，是某一个。老师说过 ，some 可以表示一些，但如果跟单数名词翻成某个也行的。某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at 什么什么 day 表示 in a time in the past or future， 在过去未来的某时。在究竟过去还未来呢？就看你前面这修饰语和语境了吧，看修饰和语境了。对，看些例句，比如说。The exact details of the plan will be worked out at a later date. 这个计划的一些精确的一些细节呢，那么将会在未来我们会详细的制定出来。Work out 就把它确定下来，制定出来，想出来。那么这是在未来的某时，究竟哪天我不知道，反正在未来某时。注意 at a later date 这个介词用 at。再比如说Johnson had agreed at an early date to take on the role of a chairman. 这个 role 可以表示某个职位、某个职务、某个这个工作的位置，它未必是决策。这个约翰逊呢，在以前答应过，他愿意来承担这么主席这么一个职责、这么一个职位，就是愿意当主席。你让他当的话，他乐意。Take on 就接过来某个任务或接过来某种责任，这个意思。再比如说。The election is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at an unspecified date in the autumn. 这个选举，那么 schedule 当名词日程，做动词是被安排日程了，对，安排日程。这个选举大概日程安排在呢，秋天的某个时候来进行。Take place 表某事进行、举行或发生。
那么 add an unspecified, unspecified 就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在秋天某个不确定的这个时候，究竟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未来再确定，这是 add a 什么什么 date 固定搭配，在过去或未来的某时。本文中他说信誓旦旦的，非常诚恳，哎呦，我未来一定会来的啊，您一定够要通知我，那来货的话我一定会再来买的，当然他不可能再来了。这个比较复杂句子，咱们跟老师看的是你们细节特别多。好，我们接着看下一句啊，下一句话说 How Harry managed to keep a straight face during these performances is quite beyond me。作者最后非常幽默地说，这个 Harry 究竟是如何设法在这些表演之中啊，一直板着脸，板着脸不笑，我这完全无法理解，要我的话喷扑哧笑出来了都。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这个大家注意呢，这个整个前面这个黄颜色 how 引导的整个是个主语从句，在句中做主语、manage to do 咱们多次说过，就设法做到了某事，设法完成了某事，想方设法做到了。这 Harry 如何能够做到什么呢？ keep a straight face 固定搭配，就板着脸不笑，本来是很好笑的是他板着面孔不笑，不能说保持脸是直的，但是呢，确实你板着面孔脸是直的，一笑哎，肉就弯了，对吧？板着面孔不笑，在这些表演之中，就是那些编瞎话呗，骗人呗，那就我完全无法理解。 be beyond somebody 咱们前面多次讲过，40课41课两次讲过，某人无法理解。再加 quite 呢，就完全无法理解，我们讲 quite 可以相当 completely 有这个意思，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截然，第二是颇为，在这翻着截然完全好一些。好，里面一些小的细节，首先看一看这个板着脸，这个搭配叫 keep a straight face, 固定搭配叫板着脸，什么意思呢？ stop oneself from smiling and laughing,就让自己停下来，不让自己笑，无论是微笑还是大笑都有可能，就板着脸忍住了不笑。本文中就是这么搭配，他如何忍住不笑的，我简直哎呀难以理解。咱看一个例子， Brian looked ridiculous in leather trousers and I was desperately trying to keep a straight face。 哎，这个句子把这个单词可以这个习语可以说解释的淋漓尽致，叫布莱恩呢穿着皮裤 in leather trousers，在大夏天穿皮裤，可能啊，看起来好笑极了。ridiculous 就荒唐可笑的，就是 very very funny, 非常荒唐可笑的，并且怎么样？我拼命的想忍住不笑，当着人面笑不合适，毕竟是同事是朋友，对，这一直想憋着不笑呢，比笑还难看呢啊。这个 desperately 叫拼命的，叫拼命的，不顾一切的拼命的试图想忍住不笑。你看这个 keep a straight face。这是一个动词短语，那同样由它派生的还有一个形容词叫板着脸的，咱们顺便可以同时记住，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traight faced, straight faced, 板着脸，板着面孔，没有笑的，这是一个形容词。我们同样看一个例子， We laughed, but Chris was straight faced and seemed a little offended by the joke. 我们大家都笑了，但是克里斯 Chris 这个人呢，却板着脸，并且看上去有一点被这个玩笑好像冒犯到了，有点不快，有点不高兴了，板着面孔不笑的。这个 offended 表示冒犯了某人，被冒犯到的，就是你这个玩笑开过头了，他有点生气了，这个意思。 straight face 叫板着面孔不笑的，跟那个 keep a straight face 可以同时记。好，这个 Harry 如何能够做到板住面孔不笑 during this performance, 就是在这表演之中，主语完了，最后呢 it's quite beyond me。咱们回忆一下，我说过40课41课多次讲过 be beyond somebody 表 to be too difficult for someone to understand, 太难了太困难了，某人无法理解，就是无法理解搞不明白怎么回事， be beyond somebody。 这个咱们复习41课，在192页第14到15行，192页的14到15行，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 tolerate a 4-hour journey each day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living in this country is beyond me. 为什么人们愿意每天忍受四小时的路程，就是为了能够住在农村这种所谓的好处啊，可疑的好处啊，我无法理解。It's beyond me. 表示 I cannot understand it. 无法理解这个东西。那本文中呢，变得更复杂了。你看三册里面不但课文越来越长，搭配本身也是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这个亚历山大先生为咱们编这教材可以说苦心孤诣，确实用心良苦啊。这个完全无法理解，咱们可以在 beyond 前面加限定词。
除了像本文中的 be quite beyond somebody 之外，也有固定搭配 be completely beyond somebody 都行，表示完全无法理解，这语气进一步加强了。这个 quite 在这翻译成完全，不要翻译成破尾， quite 是多义词。我们同样看一些例子。It's quite beyond me why anyone would want to marry him. 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呢有人愿意跟他来结婚。这么一个人这就又你看又人品又不好，长得又不好看，又不工作，成天为什么有人愿意嫁给看上他了呢？我这简直无法理解，完全或者简直无法理解，可以这么说。再比如说 The system was complicated and completely beyond the learners. 这个系统啊是错综复杂的，并且这些初学者完全无法理解。这个 learner 咱们在33课讲过，表示初学者，表示 be completely beyond somebody 某人完全无法理解。李老师说过，咱们在李老师在屏幕上或者用嘴给他说过的一些搭配表达和句式和例句，都是李老师精心挑选的，非常非常实用，建议大家把搭配背起来，如果有能力的话甚至连例句都可以记住，这样的话英语实力才能增长。再次强调，明白那是语法明白就行了，但是句法词法要背诵，语法简单搞懂 搞明白就行了，句法词法不背下来你听一遍之后什么用没有，两天就忘了，必须把它记住。怎么记住呢？用眼睛看不行，用眼睛看，用笔写，同时大声读出来，三管齐下，视觉还有这个运动，再加上这个听觉，把它喊出来，再听回去。好，第二段这个结束，就解释了这个 Harry 有这么一个臭毛病。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这个臭毛病是怎么是治好的呢？另外这个瓶子是怎么得来的呢？这个谜底还没有揭示。第三段复杂的第三段就揭示了这个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看这个谜底依然还是悬在空中，让读者有读下去的这个冲动。好，第二段跟老师先看到这儿。